晋阳戏剧台全台首播。该买楼啦！妈咪啊，发开口梦都话想买楼啊！为了实现买房的梦想，你讲咩话？求其嗌声阿妈想有间屋啊！认仇人做妈也没问题。点解想要间屋都咁难噶？却不是有房就拥有一切。间屋可以几细唔系问题，最紧要一家人喺埋一齐。下流上车族，3月16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每晚9点，就在晋阳戏剧台。